亚不见了。真的，他从我的角色列表里消失了，是米哈游出 bug 了吗？不是的，是因为你根本没抽到他。好像有公子。我是说他从监狱里消失了呀。监狱的牢房门被破坏了，力量被束缚的公子是不可能做到的。在场能把兰康变弯的人只有一个，纳维莱特，就是你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他比较强壮吗？不是的，因为我就成功被他掰弯了。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吧。这里有一滩水，难道公子只喝了原始大海之水才消失了？对，只有风丹人喝了才会变成水，这水一定另有蹊跷。那这水到底是大有来头？看来只能派出我们的警犬啦。什么？你们还有警犬？这熟悉的味道，是公子的口水。妈的，警犬怎么是你啊？这是林妮的丝袜，说明是林妮帮助公子越狱的。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袜子在这里啊，而且我也没有动机啊。你想把公子带走，给你打针吧，地上的口水就是袜子水，这就是证据。太牵强了吧，而且这和袜子也没有什么关系啊。这丝袜是你用来拉拢公子的诱饵，我懂的。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变态吗？我懂了，要说动机的话，本人只有可能是水神大人了。我能有什么动机呢？因为公子之前有说过要挑战水神大人，水神大人因为害怕公子出狱后和他决斗，摆开了监狱的栏杆，趁着公子熟睡的时候，用林尼的丝袜勒死了公子，利用水神的权力，让看到你离开监狱的手下闭嘴，之后将公子的尸体扔下了海底，销毁证据。我说的没错吧，福宁娜？这好牵强的推理，我怎么可能摆得开栏杆啊？而且水神大人也没有这么聪明。你还是别推理了。哎，能将栏杆掰弯的共犯，地上公子的口水，房间里林尼的丝袜，还有不明的作案动机，所有线索都太零散了，根本连不起来。看来案件的进程只能再往后推了呀。没错，这样绑架公子的真相就又瞒过了一天了。